什么 letterbox 啊？嗯，哦，不是这样可以看吗？也是有真的发生过，有人这样看，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看到什么？多一对眼睛在里面。嗨，欢迎收看《零度空间》。今天是万圣节特辑，所以我们不在摄影棚，我们在清明大牌20 清明大牌26 嗯，然后因为呢今天的话题是发生在祖屋的灵异事件。So 小时候我们听很多大人说在 HDB 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可是真正不可以做的事是什么？其实有些东西好像你看我们的政府租有时那个 void deck 啊，楼下他们不是有做白事，就是人家刚刚办丧事哦，很多老人家说不要走靠近，走远一点，回家就是这样其中一个因为他们说不要给那个就是刚刚过世的人跟住你。Actually 我小时候没有大人跟我说不可以做这些东西耶。就是关于祖屋的东西我都是在电视机看到的。还有些就是不要玩电梯啊，因为小朋友他们喜欢玩电梯。上下。还有如果是有哪一个单位是空的不要去捉弄去敲还是什么东西也好，最好是不要，因为空的嘛，人不在里面也不知道人不在里面多久。还有有没有以前的那些什么 letterbox 啊？不是这样可以看哦，对不对？也是有真的发生过，有人这样看，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多一对眼睛在里面。你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我全部都做过哎。But, 也没有人跟我说不要做。Maybe 我妈妈会跟我讲不要玩电梯，不过真的是因为我玩坏蛋去按全部把灯。对。而不是因为我上下吧，就是玩电梯而已咯，这样子。对，因为有时你玩电梯，有些人就老人家说你玩电梯每个按的话，等一下电梯坏。不是。会去到另一个 dimension。We call it third dimension. Okay, so I only know about this, right? Where 我以前 Channel 8有一个 drama 叫 X 元素。And one of the story, right, 就是小孩子玩电梯，然后那个小孩子不见掉。Yeah, and then they have to like, 那个 detective 就去探险，就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在看着这个小弟弟是在玩电梯，然后这个 detective 也就去玩。And it really 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这样子，然后他也去到那个 dimension, and then 他就 meet 到那个小弟弟。所以我只有这个 story 我在电视机看过。那我这些东西我全部没有听过哎。But 是真的。你OK。But 所以你 hang 哎，因为你小时候做这些东西吧 ，like nothing happened to you。你 hang 哦。But 没有这样简单哎，你真的是要上下，那个时间点要对。所以没有这么简单的。OK。So you must be lucky。可以这样说，lucky 也是 unlucky 啦。所以这种东西。那个 letterbox 看到另外一双眼睛。我朋友曾经这样。他是住在那个 Head Road， 然后 Head Road 就是那个 Geylang Serai 那边的。然后有一天很晚回家，等下的 letterbox 那中间看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信嘛，所以他就这样same thing 咯，他就看，把他一看的时候，他看到多一对眼睛，他吓到。他有开吗？他有开吗？他不敢开，他回家。Why 是人家的 leaflet， 然后人家的 just 宣传他们的脸。就是他怕，然后隔天他叫他爸爸下去开那个信箱，里面是空的，是一对眼睛在那边， okay. 而且眼睛的眼睫毛啊，那个 eyebrow 全部是很厚的那种。Oh my god, I'm very surprised. 还记得，连他不敢开信箱，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他不敢开信箱。Okay, really very traumatizing. Yeah, but I will be scared also. 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like in a letterbox 这么小的空间里耶。对，因为以前是这样的嘛，你这样开嘛， yeah. 现在不一样嘛，你可以锁住，不要给人家放那些别的东西嘛。所以是这样哦，所以他变成现在习惯，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开，他不敢这样看他开。然后他的手就，等一下有东西拉他怎么办？他就是怕，所以他变成这样。
所以他以前也是不相信鬼的。哦。然后就是那一次，他跟我讲说，我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嗯。就是这样。OK，for、okay, 我 right， 我也是，我不会讲不相信。I always say 宁可信其有。But 有一次就是我在拍摄的时候、嗯、，we were at Sims Drive， 然后、嗯。我们在剧那剧组很大嘛，然后我们是晚上开拍的，然后是一个那种 murder scene 啦 ，OK， so 关于有那种跳楼的场景 ，OK， 我的戏还没有到，然后我就在 void deck 等，嗯、然后就跟平时一样跟那些 crew 聊天这种，然后差不多要到我的时候，对吗 ？PA 下来接我，从十楼下来，他来接我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电梯，那个组屋是已经被清空的。都那些、oh, okay. 对居民都被迁移了 ，abandoned 的那种 HDB。I wouldn't say it's abandoned, but it's just that like 他们迁移那些居民去别的地方，所以暂时就是空的，没有人住。哦、oh, okay. ，OK， 就很像现在大牌二十六这样子。后面的对，很像后面这个这样子。OK， 然后通常电梯不是有两个咯？对。然后我们到那边到电梯的时候，对吗？那个电梯到了，我要进。嗯。右边的电梯。嗯。我记得是右边的电梯到、嗯、先到，然后我要进去。嗯。然后 PA 就拉住我。我就问他，诶，哦，我就以为很像他们在用这个电梯，可能按下拍、okay. 又要再按上去、oh, ，OK OK， 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子 yeah, 对吗？可能他们里面已经 set up 什么东西了，然后我就不要用，嗯、我就讲，我就问他 something like， 哦，不可以用啊，他就 just 跟我 smile， 然后我就 OK never mind， then 又左边的电梯来了，我们就进去，然后也没有多说，说我们到十楼，然后就沟通一下，等一下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就是要很像 maybe 到六楼对吗？六楼看到一个尸体掉下来这样子 ，OK。所以我到了六，然后全部东西沟通完了，我到六楼。到六楼过后对吗 ？First day 没有拍到，他们 first day 已经把那个尸体丢下来了，可是那个 angle 不对，然后就没有拍到 ，OK。然后要 second take 对吗 ？Yeah。然后 somebody went down to the production 那 PA 啦，下去另外一个 PA 下去拿那个尸体。Then, 假的啦，道具。Sorry， 不是 P，、yeah. 应该是assistant director， yeah、嗯。那 assistant director AD 他去拿那个对那个 dummy， 他要去拿上来、嗯，然后他去坐右边的电梯。那我也没有想这样多啊，因为 to me 可能他们知道里面有什么已经 set 好什么东西了，不要弄到，嗯 yeah. 还是不要去 you know move 到什么东西。我也没有想这样多。把、嗯、他上来的时候，对吗？就直接上到十楼，我就在六楼等、嗯、等他们喊 action。嗯。一下子过后对吗？突然间楼上有一个like, 很多 somebody scream 很大声，然后有 commotion， like, 每个人在那边，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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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我也没有离开我的岗位，独上去看啦，因为嗯 ，I just need to stand by my position 嘛。然后我就在 try to 看，可是我也看不到东西。嗯、然后 after that， PA 就过来就跟我讲，他带我下去楼下等先。OK， 呀，等下去的时候就问他什么事情，他就 just 跟我 smile again， 他就也什么都没有讲，哎。他什么都不要跟我讲，我就来 OK， 我就在楼下等，我就在想是不是楼上他们吵架还是什么东西，我就在楼下等。然后一下子过后 ，they say the shoot is cancelled，、yeah， the shoot is cancelled、嗯。Then after that， the AD came down with like some of the crew， and then they actually send him off in a car， 他们自己驾车啦。哦，那我就问，他就跟我讲，我可以回了，今天的 shoot cancelled，、uh-huh， but、okay. without telling me why，、uh-huh. but I feel like I have the right to know because。I'm working, it's my job.、嗯、然后我就问他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刚才那个 AD 去坐右边的那个电梯。我就问他、okay. So what's wrong with the lift on the right side?、嗯、他就讲那个电梯有不干净的东西。所以 likely, right, 他带那个假的尸体上去的时候、嗯、乘坐那个右边的电梯的时候对吗那个可能是他跟我讲不干净 ，so I would assume that 是有灵魂 or a spirit over there，、嗯、然后被 possessed。Oh no！ Yeah， after all， 我们拍的是很像这种死啊 ，horror。Yeah， I would consider 这个 as horror scene。Yeah， OK。And things like that， so you will actually attract this kind of energy， 对不对？嗯、是不是这样讲？嗯。Yeah， even though 我们拍摄之前我们都有拜拜啊 and everything， right？ But、嗯、还是影响到。对。所以算不算是他打那个 crew 可能打扰到那边的不小心吧？对，不小心。Yeah. And after that, I also heard that the PA actually got third eye. So the PA was the one who tell everybody to not take. Oh, okay. The lift on the right side. Yeah, but 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
Because sometimes 我觉得有些有时候这种东西你讲出来了，人家也会 人家会更怕，会更怕，不然就是会、也会给你一个来无聊乱讲话的 kind of thing。 有些人会不就是会不相信嘛，对不对？ Yeah， 所以就他也就只是说不要坐右边的电梯这样子。哎呦，说不定你知道他 OK 吗？I never really like follow up lah, but I do still like see him again. Yeah, and 我也不敢去问。Oh, but 我不敢去问。你下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 OK 了啦。OK， 没有 ，Yeah， OK， 没有事。But 我就是不敢，我自己也不敢问太多啦。Yeah， 我不敢问太多、这种东西，我不敢问太多，因为有时候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想提起。Yeah, I think it's quite scary lah. It is. Yeah, 所以我也不敢去问。所以这个也是发生在祖屋，不过就是被清空了。哦，是清空的，因为其实被清空的主屋对吗？通常都是怎样讲啊 ？I would say it's a hot spot for 那些灵异事件。对，right， 对。And then 这个也会引起很多灵异事件的探险家去。是因为没有人住吗？因为当一个主屋你很多人住的话，那个。气好像没有味这样啊，是不是没有味？就是那个有人的气在那边的话，oh, okay. 大多数这些东西都尽量不要去。Oh, 可是当你整座都清空的话， okay, okay, okay. 就好像你要跟他们讲，没人住了，来吧，就好像不飞咯，直接就过来住咯。不飞啊 ，free stay 咯，就来住咯。OK， 不然的话他们也是没地方去嘛，所以他们就来这种。清空的地方住了。OK， 而且你讲哦，你的那个来，你拍摄的时候那个 HDB 是被清空的 ，right？ 我有一个故事 ，right？ 不是被清空的，就是还是有人在住的，那个整栋楼啊，还是有很多人在住的。So 这个是来我一个朋友啦，有一天他很晚才放工，因为 OT 嘛，说他。要搭电梯，搭 MRT， 搭 MRT 回家的时候，就他到了他的 MRT station， 就差不多十一点多这样。Then， 因为他要走去他的 HDB， right？ 他要走过一个很黑暗的小公园。OK， 所以他就是照样嘛，每天也是一样嘛，就是走过那个小公园，走过那个小公园之后，然后他就到了他 HDB 楼下，然后他就看他的邻居，然后就 like， I mean it's common sense， I mean, it's not common sense, but like, it's like courtesy to say hi to your neighbor, 这样吗？所以他就跟他邻居讲，hi， 这样。可是我不懂为什么 ，I mean， 他不懂为什么他的邻居就没有睬他，就直接走掉。连当时因为来也是很晚了，他又很累了，他就没有想太多啦，他就搭电梯上楼回家冲凉睡觉这样。所以到半夜的时候，他就突然间醒来，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就是一模一样，就是好像他的梦就是。他在楼下看到他邻居，他讲嗨，那个邻居不睬他，这样同样的一个画面。Then 他又发现他发高烧了，所以隔天早上他请了病假。Then 下楼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又遇见这个 uncle， 就是他的邻居啦，是一个 uncle 来的，所以他就再一次跟那个 uncle 讲 hello， 来嗨这样。Then 这次呢，这个 uncle 有对他笑了一笑，没有讲什么。走掉，等下他看了医生回家时，等下就看到他妈妈嘛，等下他妈妈周末你没有去做工没？今天，等下他就讲了哦，我请病假，因为发高烧不舒服，很不舒服啦。等下他的妈妈就问他，你昨天是不是有看到隔壁邻居的那个昂哥在好像楼下祖屋楼下？等下就讲哦，对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昂哥没有跟他打招呼，因为这个昂哥很平时就很友善的。可是不懂为什么来没有跟他讲嗨啦，然后连他的妈妈就了解了一切，所以他妈妈就跟他说，早上他楼下要去买菜的时候，他遇见这个安哥，那个安哥就跟他讲，我有第三眼，我就看到东西，昨天我在楼下我看到你的儿子哦后面有东西跟住，连他又自己又怕，所以他就不敢跟他打招呼。所以他就不睬他，连这个昂哥又很好哦，我觉得他很有心啦，他就 pass 了他的妈妈一个护身符，叫他 pass 给他儿子。So 他妈妈 pass 给他的时候，连过了好像一个钟头后这样，连他的烧直接就退到完，连他身体状态就来好像恢复正常这样。
嗯 ，then so 之后 ，like 因为发现这一连串的东西 ，right then 我的朋友对于这件事和对于那个安哥有第三眼的事，就还是保持怀疑的态度啦。可是他也自己也怕嘛，所以从此以后他就避免在晚上走过那个小公园哦。Yeah, so I think even though 他不相信 ，but 他还是去 like to prevent anything from happening to him. Yeah, 因为自己也会怕的嘛，这种东西。那个安哥看到的，那安哥自己也怕。对，因为他看到我不懂是什么东西梗住他啦，他自己也怕，所以他就不敢踩他，他就来走掉这样。I would have think that 有第三眼的人应该习惯了吧。Mm-hmm.不对，我有第三眼，嗯哼，所以有些人有第三眼的话，他们就是看了就觉得说不适应，他们会怕，嗯啊，因为我们始终还是人嘛，一定会怕这种东西。如果你看了很多年了呢？我看很多年就是很平常哦，就是没什么。那你现在还怕吗？来，如果也不会怕吧，我是怕他们有时要跟我沟通，就是说。问我说他们是怎么死啦、啊？哎、oh. ，或者可以把他们带回家啦？啊，就是一些问题啦，连有些就是故意来整你啦。有些我就念经哦，我就跟他们讲咯，你玩不起哦，嗯，然后他们就走了，就是这样。哦、oh. ，sorry 啊。所以有时有人在问我说，哎、你知道啊，你第三眼可以看得到有没有有些在坐在我们旁边？啊、please 不要跟我讲。对，有些人说 please 不要讲，我就不讲。有些人就说可以讲吗？我就说，如果有时候我真的看到，真的是有这，我就是打个暗号，嗯，这样他们就 OK。哎、欸，你暗号也不要打给我，不会，我很怕 OK。不知道。周哥，你要讲什么？我要问，like 说那个安哥就是讲那个。有东西在后面跟着你的朋友、然后跟你的朋友回家。I mean, OK, 因为我朋友也看不到啊。And then, 他只是在楼下看到那个安哥而已嘛。So, 之后他搭电梯他回家那个安哥就看不到他 ,so 他也不懂。But,、okay. I think 应该是有跟着他回家因为当晚他就发烧嘛。OK. Yeah, I think 是有跟啊。OK. Yeah. But 发烧通常为什么会生病啊 ?OK.如果是遇到这种东西的话，第一样东西哦，我们的人的筋骨脉这些哦，第一，它在你后面的话，嗯哼，我们最弱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后面，这边 spine 哈 ，spine 这边对，然后它就跟住你，然后就进入你的精神，然后就给你病，然后讲真的、当这种东西发生的时候，第一一定是发烧，它不会说。给你好像很辛苦还是什么吧，他会给你发烧发冷汗、然后一直会给你奇奇怪怪的梦。哦。连你那一晚睡的时候就很辛苦。所以我每次跟那些朋友说如果要的话就是念经。Or according to your faith, just pray. 然后 pray 这样、然后就 OK 了。Right. 一定会有梦啊。梦是 depends， 有些人会有，有些人不会，有些人是吐。吐。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吐，然后他没有吃东西，把吐出来的东西是有点将近黑色的东西，很奇怪。咦。然后他就是吐了差不多有一天半，他妈妈就说：“哎，不对，抓他去看看啊，胆机看神啊。”不是去看医生啊？没有，因为他妈妈知道。不可能一个人好好的会吐黑黑的东西哦，对啦，因为是黑黑的，可能要吃茶锅豆腐。我会去看医生，要哦，是因 pasta。不是，因为他吐的时候是全部是水，而且他没有吃，他没有吃东西，然后去带去党基那边，然后问神，然后就给他三张符，跟他下法，然后叫他说睡一晚，回家睡一晚，睡一晚隔天起来哦，没事哦。OK， 就是很奇妙这种东西。好，今天是。万圣节特辑对吗？然后我们三个被制作组逼的 okay, 逼我们去探险这个后面的族。这个怎样讲啊？就是这个族对吗？最近有很多灵异事件的探险家，
很喜欢来这边 explore。I don't know, like, I mean, 最近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到，是真的是有一些探险家说他们有经历一些灵异事件，然后我们就被逼来这边了。不过，欸，我很怕，怎么办啊？而且我真的没有很怕，我真的没有很怕，因为还很亮。我很怕的哦。我不怕，我不怕，还很亮。Okay, and Maguire, 可以跟我讲一下你带的这些是什么吗？因为怎么样也好，这些地方就是人气不多嘛，或者根本是零，所以是零度空间，真的是零。所以我真的是为了就是保护制作群，还有我们这些演员 ，OK， 这个伞子你可以看的是也加过氟的。啊。喂。OK。所以有些。Can I see? Can I touch? 我可以给你看。哦、oh, ，OK。可以。喂。前面后面都有一个。OK。OK。喂，可以看得到啊。还有这个佛珠，这个佛珠那时我拍一集，我是拿这个佛珠，是108粒，超大力的，很美耶。谢谢。这个是挺贵的，而且下发也是一直要练精练108天，然后这个就很灵。这个就是 more of like 保护我们这些人啊 ，in case 什么事发生。当然是希望不会有事啊。So it's more like protection 啊。Okay. Are you all ready? Yep. No. Huh? I'm very ready. Eh. Let's go. Aiyah. We are now in the 26th 的租赁租屋楼下。这个主屋呢，其实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开始迁移项目，然后在今年九月，2023年就已经完全清空，所以现在这栋主屋是空的。所以他们住在这里好几十年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已故的老人家的灵魂还继续在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Shall we go and check it out? Yes， 我要快点上去看。我们可以上楼梯对吗？Is it locked? 不是老耶。哈？你们不是有来这里？有 ，Monday I came already, but it's open. Why don't you try the lift? Yeah, okay. 哎，没有灯哎，也没有开嘞。哈？你们星期一来的时候怎样去的？电梯都关。楼梯有一个 gate 在那边锁住，说我们上不去，怎么办？哎，也是关了。喂 ，It's locked。Oh no！ 不是几天前你们才过来的吗？对吗？把几天前没有锁门啦，连那个电梯也还可以用。可以。哎，还有老人家还在，他会不会是住在这个 block 的 ？If he's awake, we can go and ask him。我真的是很想去楼上，我不想啊，爸，我还是会跟着你们的。妈妈，你吓到我，阿丁。阿丁。I think you better don't go because it's not very welcome. It's not a very welcome scene. So I think better don't. Can you describe? The third dimension are all there and I think we better don't disturb the place. Oh. Yeah. Okay. There's a reason. So I think better don't.So a very uneasy feeling. For your info, if you forgot, 他是有第三眼的 ，OK. So 他讲不要去，就不要去。Let's go, let's go. 我最后一个走，我顶住。我最后一个走，你们顶，我顶住。So 我们真的是不能上去，不能看到什么。I want to go.
怎么办呢？But serious matter, I mean, just now I saw one that is, I don't believe is the occupant here. Oh. Yeah. Because every block of HDB, right, there are bound to be people who either die of old age, or 老了, 过世, 还是什么, 还是跳楼也好, 可是刚才我看到那个是, 根本不是住在这里的地方, 他很奇怪的。 所以我拉住你，我很快，因为你走过去之后，他就直接冲过来了，所以我赶快拉你回去。Is it still there? 你真的要我看吗？ Yeah. Yeah. Looking at us, 在看着我们，看我们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How 啊 ？Yeah, we quite respectful, right? But. 其他的，我觉得是其他的是有可能是住在这一座，然后过世的。我看他们是不会管啊，另外一个是好像不是在住在这边的地方的。他是比较 fierce 嘛。呀。今天就好像。What do we do now? 走。都不要好像怕怕这样，这样直接自然的走回去。OK。等我再。 我再帮你们下个法，给你们就是给没有东西跟你们回去。我们没有的上去楼上看。Yeah. And I really didn't know like you can lock up a HDB. 这样子说，我从来没有看过 HDB 有 gate. And it's very disappointing because 我们真的只是迟几天下来而已。今天星期四，星期一的时候，对吗？ Production team came and explored. They went up, but luckily they took some footage. So maybe I can just watch the footage. Okay, 如果你知道有哪里有灵异事件，还是要我们去探险的话，你可以 DM us on TikTok or email it to us. And 我们会去看的，我一定会拉你去看的。Okay, 谢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请帮我们点赞、收藏，还有开启小铃铛。Okay, thank you. Bye. Bye.